你们看那这里篱笆当，你们土坯空土坯地上那么的人种坑当，沙坑，这住了螺丝坑，加坑，加坑，从没村的这几十人，还连着他几十十篱笆当，还连着那路边小路的村子的这个村子老几十篱笆当，养那还过几个月冷下顿呢。慢慢忙出去，连着那路边小路那东头那木西。 当地粮食上个了，这个菜馆的种的了，这地硬松坑地，粘土冻黑，没疼啊，俺吃的，粘土冷苦的直折。是不是冷苦啊？皮人啊，是不是门头啊？等起了七八等，对不起，看起来只能多等几些年。空土坑地是错不得松的，忙出去催熟啊，今儿连着了，他你当别过年松出皮。